只剩了一件事呗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告诉我爸，你偷偷扎针儿，你也别告诉我爸，我们偷偷玩游戏。我呀，不扎针了，哎，我听你爸爸的话玩游戏呢。所以你们俩睡去去，去去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哎，叶哥，什么事儿啊？还不能上楼说？我一会儿还有客户过来看房呢，马上就过来，我就想大饼跟你聊两句。生意够火爆的呀，啊？是不是有什么新政策要说？新政策没有，但是内部消息还真有一点。什么内幕啊？都砸上车说。搞得还挺神秘。说吧。你们小区斜对面不是有片空地吗？嗯。现在马上要建所中学，是建华实验分校。建华实验？啊。这是我一客户不小心跟我说漏嘴了。准吗？不，肯定准。这学校是100%要建的，这事儿还在保密阶段呢。你们小区原来对口的中学是外国语中学，其实距离算是远的，只不过呢，你们因为附近没有其他中学，只能被划进去。等建华实验分校建成了，按照现在的划改原则，你们是离得最近的，肯定能被划进去。那要中学能进建华实验，那可真是个大好事儿啊！说的就是啊。哎，叶哥，考不考虑再来一趟啊？您说我在小区再买套房？对呀，等建华实验定下来，你们这小区那比那会儿兴隆家园性价比还高呢。我倒是想，我哪那么多钱啊，你加入姐公司分那套房子，就我们手里这点钱都凑不够了，后面还得装修，我都得贷款，还哪有闲钱买第二套房。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学校真能定下来啊，那乐乐上学的事儿我就踏实了，再加上佳如分的那套房，我今年就算什么也没干，净赚套两居室，我这老天够眷顾我的，不能再贪了。哎，反正叶哥啊，我该说的都跟您说了，决定权在您。啊，我得走了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是在等人看房吗？我得签份合同去。这么快就下车了？啊，谁呀？这么雷厉风行，这干大事儿啊？我。啊？我给我未来儿子在你们小区扣下了一套一居室，5栋3单元1001，以后咱俩就是邻居了。没事儿，我跟小人去你家蹭饭去啊。行啊，小子，下手够快的呀！约点，哎，哥，你快下去吧，真的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大事，这是大事啊！好，走了，拜拜，哥，你慢点啊。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！谁偷偷摸摸的呢？离婚协议，你要跟谁离婚啊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我离什么婚？韩晶晶跟冯丹的离婚协议书。不，人夫妻俩离婚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韩晶晶借口说我跟冯丹出轨啊，说冯丹是过错方，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拿走，这忙我得帮吧。你是不是跟那冯丹真有事儿？又瞎说！别人不信任我，你还不信任我？我原来是挺信任你的，但最近我跟你说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什么迹象啊？反正挺大的，你自己长点心啊，小心点吧，别卷进去。我已经被卷进去了，我现在都被说成是第三者了。再说，就冯丹目前的精神状态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救啊？他那是抑郁症嘛，一天天要死要活的。怎么救，我也没想好，就是先找一个能让他活下来的希望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怕就怕，哼，他把你当成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行，希望我是胡说八道。你干嘛来了？哎，我给乐乐买蛋糕来。行，出来，你忙吧。
刚收工啊，怎么样？这点卡准不准？早回来了，早不起来了。你早回来不跟我说，我都跟屋里等你一下午了。你也没说你要找我有事儿。你刚骑完单车吧？啊，学历深哈，厉不厉害？还行吧，快说事儿。哎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这发福利也不预警啊！快说事儿！你换完衣服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啊？当然了，我这工作完一天，晚上不得总结总结啊？还得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呢呀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今天买了一套房子。啊？就佳茹姐他们家那小区，金河家园。建华实验分校又建在他们家旁边，我眼疾手快。今天刚得到消息，我就回到公司扣下这套。哎，以后咱儿子也能上建华实验了。我厉不厉害？你怎么知道你弟生儿子？那要是生女儿的话，那我不是不敢想吗？我这辈子已经有你这么一个漂亮小情人了，啊，再来一个，那我得多大造化呀！行啊，少臭美吧，说说你那房子吧。嗯，我那房子啊，60平，比叶哥家小了不少。总价呢160万，首付48万。我今天交了10万块钱定金，直接向过户。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的。哟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嫌那房子太小了呀？没有。我是觉得我们都乌江会要大火了，到时候片子一放，我和佳茹姐就是行业内炙手可热的制片人了。到时候收入翻番，咱们可以一步到位买个更好的嘛。这都不耽误，我买那房啊，就是想先托个底，到时候你跟佳茹姐火了，咱俩再换新的。我干这行业没别的优势，要是想换房，能省下一大笔中介费。行啊行啊，你一个人美一会儿吧，我走了。等会儿等会儿。公子加油啊！为了以后咱俩能有另一个小情人，加油！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佳茹，最近怎么样？宋总，啊，都挺好的。您什么时候来组里探班啊？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您。元旦可以吗？真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当然是真的。行，那您订好了航班告诉我们，我和小山到机场接您。不用了，我先去看个朋友，然后有车送我去你们那儿，咱们一起吃晚饭。行，那您见完朋友我们再联系。我会带个惊喜给你。啊，您千万别破费啊。元旦见。好，元旦见。你跟谁打电话呢？我打半天了。宋总。啊？他找你干嘛？他要来组里探班。什么时候来啊？哪天来？元旦吧，没说死。哦。那他是专门过来探班啊，还是说办什么事顺道看你们一眼啊？啊，他是那个投资方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来视察一下很正常。那人金主来了，得请吃饭吧？那肯定是免不了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不是我小心眼啊，你知道，就没别的意思，你就听着。就平城跟云南吧，这气候不一样。那是高原，空气稀薄，你是不是不敢在上面头晕呢？你这一天忙得晕头转向的，你再喝酒，还要不要小命？你放心吧，我在外面会搂着的啊，最多3杯，3杯之后谁劝我都不喝。你搂什么搂啊你啊？喝了3杯，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别墨迹啊，我一会儿还得去会计那儿签字呢。我现在是制片人，应酬是难免的。你可别拖事业女性后腿啊，知道吗？行了，退下吧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没告诉我哪天来啊？哎，倒水。什么？叶一凡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了？
爸爸，给你爸爸倒洗脚水。哎，爸，以后别让乐乐泡你这个药包。你小孩哪能泡这个？是，我好歹是个 IT 工程师，怎么说也算是事业男性吧，怎么就被你们两个拖了后腿了？他说啥呢？他说啥呢？听不懂啊！听不懂啊！算你们狠。悠然民宿是准备在一块过呢，是吧？妈，我那个猫砂没了，你今天早上给我下个单呗。那猫粮也没了，你也给我买点，顺便就买之前买的那个，你别买错了啊，妈。妈，你听见没？妈，哎，妈妈有事出去一下，中午没法给你做饭了，你在食堂吃吧，晚餐回家。这一大早的干嘛去了？走了，好了，上车，乐乐。叶哥，阿姨。哎，小丁啊，换车了啊！赵工的车不要卖吗？让我试驾一下。这么早来看房啊？不是，来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这建华实验分校的消息一出来，咱周边小区可全都行动起来了啊，都想打破脑袋给挤进来。挤进来的小区越多，到时候咱分的那个学位就越少。社区最近要举办沟通会，我刚跟你们业委会联系了一下，咱得去争取沟通会资格。咱俩可是业主啊，等我下班再聊。喂，冯丹，怎么了？你还我手机！小卢，你不要过来！冯丹，喂，喂，我有急事出一趟，你帮我跟刘总请个假。怎么出了事了？我又是冯丹，我回来跟你说吧。啊。上千户的小区。流量计量表为零，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一晚上一点热没供，一个人没冻死，一户居民没投诉，你们信吗？不是你们系统出问题，什么问题？热力公司找我赔偿，我就找你们。行个小区谁负责？陈工。出什么事了，刘总？陈丽呢？他是不是又旷工？这回是拉肚子还是出车祸了？不是，他在停车呢。几点了还停车呀？9:40，几点上班？9:30。我是不是该扣你们工资了啊？公司的规章制度都是摆设，是不是？我是纸老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新河小区吗？谁在现场呢？你把负责人电话给我。是不是你的项目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陈丽呢？停车的还停航空母舰呢。我现在去现场啊！你把那个负责人电话、微信给我，我拉着陈丽跟我一起去，我就不让她上来了啊。哎，你那个星河小区那项目出事了啊！我去帮您盯一下，你那边处理完赶紧回来吧，老刘发飙了。
去那个悠然民宿。再再而三的伤害我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体面的工作，爱你的老婆，啊，你别拍，可爱的女儿，走开！别拍手了！你为什么偏偏跟我过不去呢？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过得多苦吗？你苦？你天天打他，你能有他苦？哦，是吗？疼不疼啊？啊！爱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像你这种理工科的大直男，不懂啊！你别跟我说你品味，绕圈圈是吧？我就知道你打人不对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给我录了，把手机给我。不可能！给我！你别打我了！哎，看看。看看你保护这个贱人的样子，还真爷们儿啊！你把手机给我！我跟你说，你伤害了我，这就是你伤害我的罪名。滚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别过来啊！你给我！我警告你，把手机给我放下！把手机给我放下！你给我！你放下！你给我手机！你给我！不给！你给我手机！手机！你给我！你给我！你打死我！你打死我也不给我！你把手机给我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给我！把手机给我放下！动手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你们杀人！救命！收下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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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来的刚好。你没事吧？你走吧。大伙儿帮我评评理。这个人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跟我老婆被我捉奸在床。他们还要杀人灭口，谁是你朋友啊？你们赶紧拿手机拍他们，拍清楚这个狗男女的嘴脸，把这个狗男女的嘴脸给我拍清楚，都发到网上去，发到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，你们都。哎呀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你们俩当着这么多的人面，还你侬我侬的，哎，还有上一次啊，他一声不吭的离家出走，在这个男人家住了快一个月。那个，你知道嫂子有多不容易吗？她在你老家帮你伺候孩子，你们两个这样对得起她吗？啊，你们怎么忍心啊？你差不多得了，你不要在这装好人行吗？我跟我老婆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走啊！你老婆怎么了？我有你老婆电话，你要不要给她打电话叫过来？咱们四个人当面说清楚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让我下边。谁报的警啊？警察同志，你们来的刚好啊！来，咱们当着警察的面，当面对质嘛。算了算了，别拍了。哎，别散啊！来，他们都是我的证人，他们要跟我伸张正义的呀。去再去。来，您过来，您先消消气儿啊。哎，我消消气儿啊。您先告诉我怎么回事儿。这是我老婆，跟他被我捉奸在床，他们还要杀人灭口。你们俩，算了算了。那位是您夫人。
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口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？你们俩还是先冷静一下啊，好好谈谈。这怎么能是两口子的事呢？这小三不还在这儿呢吗？他们两个刚刚杀人灭口，这是犯罪啊！这你别再胡说八道行不行，江同志？他打人，他每天家暴他呀！哎，我没有啊，都别说了，都坚持自己的说法。那咱们现在就派出所做笔录、验伤、走流程，各自的证据都自己留好啊！听见没？怎么着？去。你慢点啊！我去给你验伤，这是他刚打的。江同志，我们给你去派出所。怎么着？你们俩又来了，我就一张嘴，我说不过你们，我不跟你们纠缠啊，咱法庭见。哎，不是，你回来。那你们还去所里吗？我们先不去了。嗯，带他到医院看看伤啊，也留个证据。谢谢啊，没事的。那可能再忙，没接电话。嗯，慢走。今天的事情麻烦你了啊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不用那么客气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。行，好嘞，请回啊。啊，您慢走啊。哎，我事故处理完了，现在回公司。你要先到公司啊，就说先把我留到工地善后了。我要先回公司呢，就说把你留到工地善后了啊。别说差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可绝对不能再请假了，这太惊险了，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儿。哎，那边怎么回事？是他们设备故障，跟咱们系统没关系。那怎么处理了？后来，那有什么怎么处理的？是他们的问题。我看他们那设备啊，像是人为破坏，那咱就不管了。他们愿意报警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对吧？那陈丽呢？陈丽，这不陈丽的项目啊，他得留下来帮人家善战后啊处理一下。啊，就怎么着？这滑呀，江总，没问题，可以。何总，你们都得慢点啊。没事，是有点滑。哎呦，哎，姐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谁拉我一下？哎，你在前面拉一下。慢点。走。哎呀，哎，真滑，小哥慢点啊。这是什么呀，老伯？啊，这是枸杞。能解毒吗？解不了毒，但是也无毒，有些喂猪还可以。喂猪的。啊，走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是白蜡树。白蜡树。啊。我们先到前面去探探路，啊，何总、江总，你们休息会儿，我们看看你啊。哎，走。哎，我就说找不着了，非要找。哎呀，你看这一路上风光这么好，找不着也值了。哎，姐，咱还往前走吗？这走了得有好几公里了。嗯，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内急，我也是，都憋半天了。这边，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咱下次选田，能不能选个烟火气重点的？比如什么人生一串，什么世界上的中国，这在城里转一转，起码咱上厕所别这么艰苦就行了。喂，喂，喂，我在山里呢，这里信号不好，你等我回去，我晚上打给你行不行啊？啊啊！蛇蛇蛇蛇！怎么了？蛇蛇！怎么办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坐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那手机，手机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听得见吗？哎，拿着手机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怎么了？喂。喂喂。姐夫，没事没事。喂，啊，没事。看见一条蛇，离我特别近。那你没事吧？被咬着了吗？什么蛇呀？有虫吗？没事没事，同事已经把它弄走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太晚了，我们得回去了啊。我先挂了。吓死我了啊！我没事，你扶一下小山。小心。可以。哎，陈丽，怎么样啊？处理怎么样？报警了吗？哦，报警了，后来警察去酒店了。酒店？你去酒店了？啊，不不，不是您想那回事啊，是那男的胡搅蛮缠，常年家暴，我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叶一凡，叶一凡，你当我是傻子是吧？陈丽啊，你要是那么忙，你就别来公司上班了，公司耽误不起你，你知道吧？这上门扎比医院贵吗？爸，你就别试探了啊！实话跟您说，不贵，在网上办张卡呀，就会100多块钱一次。您就安心扎，你赶紧好起来啊！帮我带孩子、做饭比啥都强。我是说啊，我可以去医院店里。你去那医院里得挂号、打车，这折腾半天就进去了，啊！再加上在那还有场地费呢，里外里。差不了多少。您儿子说的没错，我们店呢是刚上线的，有打折，特别划算。你办了几次啊？哎，
现在这商家呀，办完了卡跑路的特别多。这以前呢还有个店面，现在这网上来的呀，这跑了和尚了，庙都找不着。爸爸爸，我在家你说啥都行啊，我出门以后你那嘴上我把门了，你回头把人大夫刺激着了，大夫一针扎偏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夫，我这没说您，我是说那黑心的那个跑路的那老板啊。大夫，你要实在不爱听啊，你就在他牙穴上扎一针啊。爸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妈不在家，你就是这玩意儿。那可不嘛，搞得我也挺猝不及防的。我要是知道他今天不回来，我肯定出去吃了。就按平时，他根本就不让我出去，我一顿不回来他就跟我急。今天自己可倒好，一天没回来还给我自己弄。你妈可能交新朋友了，以后啊就不用老盯着你爱你爸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小区里面全是老头老太太，跟谁交朋友去？他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好吗？之前他还努力过几次，而后来就放弃了。哎，水开了。这个哎，门铃好像响了。哎哎哎，锅扑了，锅扑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肯定是我妈。挂了啊，挂了啊。哎呀，我真服了。来了来了。妈，哎，你没带钥匙啊？哦，钥匙弄丢了。哎，你去平城了？不是，有朋友带来的。啊，你干嘛呢？我以后不在的时候，你别动电动火的，太危险了。我就煮个方便面，我下次少加点水就行了。行行行，收桌子去，把我包拿进去。晚上吃烤鸭。妈，嗯，应该行了吧？哦。小心烫啊，好吃。我爸平时给我弄的时候，都跟店里刚弄出来一样。嗯，这还我问问我爸，接电话。发脾气了是吧？对不起啊，妈妈脾气不好，是吧？妈妈好多事儿我不会，但我学好不好？我学啊，从此以后就咱们两个相依为命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抛下你一个人的，啊！妈妈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妈妈一定不会抛下你的。妈妈再给你烤啊，我再给你烤，这次不会烤焦了。
还不接？不太可能吧？雨儿在东炉呢，怎么会突然出现？绝对不可能，你肯定是看错了，你就是自己心太虚。那就是他，现在都不接我电话了，我肯定没看错。你呀，就是今天接二连三的出事儿，太累了，你赶紧早点休息吧。啊，老刘那边我去跟你说情，毕竟跟了他十几年了，他也不是狠心的人，他会改主意的。你明天起来再给圆儿打电话，我估计圆儿啊是随着佳琪的作息早睡早起。这个点儿不可能。别打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娘俩一看电话那么多，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，再给人吓着。明天早上起来再打。天天家天平屋，哦，哎，哦啊 ，sorry, we're not really doing delivery at the moment. Oh, okay. Could you tell me your address? Just give me a second. And that's Taiping Zhong Street 18. Two, bass cakes, half a dozen puff creams. All right. Okay. See you in a bit. 谁啊？点外卖的。点外卖。我们店还没开通外卖呢。他说离咱们店就两个红绿灯，从平台上看到咱们的产品想试试，以后可能会抢期，而且你看点的东西不少，点了这么多啊，那这怎么办呀，这么忙没人送啊。我去吧，我有自行车，很快就回来。行，那你辛苦了。好，穿衣服啊，有点冷。好好好好啊。妈，我手机，一会儿吃北大焖面啊。Hello， 甜甜家的外卖到了。啊，请到这边来。
你的外卖。彼此的避风港。